房地产事业改变了我的人生，这份事业它让我充满斗志，它让我无畏无惧地面对成长与突破，它让我学习到坚持不懈，勇于面对挑战，激发了我的创业热情，完成了我的梦想，造就了今天成功的我。我是一名基督徒，上帝的光照亮着我的道路，他帮助了我创业成功，我也相信我的成功创业经历一定能够帮助你创业成功。我会用我的经历来指点你，带你走出一条属于我们的道路，这道路的光会照亮着你与你的全家。我会带你突破财务自由，我会让你看到未来的精彩人生。你的生命没有彩排，跟着我，我会让你看到未来的精彩人生。要活就活到精精彩彩，要拼就拼到全力以赴。我拥有创新的团队模式，我的自律会灌输你成功的习惯，我的思维会改变你的想法。在创业过程当中，我深刻体会一个人能走得快，但一个强大的团队能够走得更远。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造就，凝聚团队，我们一起创造出非凡的奇迹人生。我培养无数的销售精英与团队领袖，我带领团队蝉联团队组织冠军荣誉，我是马来西亚最有名房地产领袖，我是马来西亚房地产创业导师，我是马来西亚50大杰青华商领袖。我要的不是一人成功，我要的是我们一起成功。